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凯，欢迎来到游戏频道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即将在台版出现的灵魂商店里面即将贩卖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个只要在今天午夜十二点，那个台版就会释出了。然后我们点进灵魂商店这边。好，那这一次有新出的四个造型以及一个商品。那首次卖的是人面怪鸟，只要120个灵魂。好，这边帮大家查一下资料，从7月8号一路到7月28号，每隔三天都会释放出一批新的商品，所以大家只能在这三天以内购买到限时的商品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造型，之前没入手的都可以用灵魂去把它们买回来，并且还会有特殊的商品，像是这个人面怪鸟。所以大家别忘了每三天关注一下这个灵魂商店的这里面卖的东西，会让大家收获满满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新的资讯的话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按钮，喜欢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绝地三通知你。那么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